小老一份，烧我腿。好，白切鸡一份。蒸一条石斑吧。还带汤一份。再来一份进九龙城的令牌。这道菜有点贵啊，你不再考虑考虑了？人在江湖。 叶师傅，你这样做值得吗？英国人占我国土，欺我同胞，你们俩该知道，许多妇孺女幼都要被郑德龙卖到国外，给英国人当奴隶去。我叶某虽一介武夫，但在此关头，不能袖手旁观。同样，人在江湖。 身不由己。 Yeah.